上一集睇咗高级组首两场精彩嘅赛事，今集继续送上余下两场嘅准决赛精华，一齐见证四强嘅诞生。好，由六氏集团先拣题库。B 啊，唔该。首先系中文题，古书上常用二百年华嚟形容年轻女子，二百系指几多岁呢 ？A 十六岁 ，B 十八岁 ，C 二十八岁。A。A 正确。物理题，喺研究物体嘅运动时，力学中引入质点嘅概念，从科学方法上嚟讲系属于啲乜嘢呢 ？A 极限分析物理问题嘅方法。B 建立理想物理模型的方法 ，C 等效替代的方法。B。B 正确。数学题，设 A、B、C、D 为实数，且 A 大于 B，C 大于 D， 则下列何者必成立 ？A A 加 C 大于 B 加 D，B A 减 C 大于 B 减 D，C A C 大于 B D。A。A 正确。英文题。Please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most appropriate word or phrase. Not A. Most of B. Much of C. Many of My friends play baseball. A. A 是錯的，正確答案是 many of C. 好了，那六氏集團已經答完所有的必答題了，他們的得分是160分。現在請下一代選擇題庫。A. A.物理题，将一个带正电的金属小球 A 跟同样的不带电的金属球 B 相碰，两个球都带等量的正电荷，这从本质上看是因为哪个原因呢 ？A A 球的正电荷移到 B 球上 ，B B 球的负电荷移到 A 球上 ，C B 球的正电荷移到 A 球上。B B 正确。国情教育题。2015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最大的省份是 A 广东 B 浙江 C 江苏 A A 正确。化学题，铁和铁合金是生活中常用的材料，下列哪一项讲法是正确的呢 ？A 一定条件下铁粉可与水蒸气反应 ，B 不锈钢是铁合金，只含金属元素 ，C 在空气中铁板比导新铁板更耐腐蚀。C C 系错嘅，正确答案系 A。一定条件之下，铁粉可以与水蒸气反应。生物题，神经纤维喺未受到刺激时，细胞膜内外嘅电位系点样嘅呢 ？A 内正外负 ，B 外正内负 ，C 均为正电位。B B 正确。好啦，下一队已经完成晒所有嘅必答题啦，佢哋嘅得分系160分。现在请澳方 A 队选择题库。C 啊，唔该。C。数学题，命题，若 x、y 都系偶数，咁 x 加 y 亦都系偶数嘅亦否命题为下列边一项呢 ？A， 若 x 加 y 不是偶数，则 x 与 y 不都是偶数。B 若 x 加 y 不是偶数，则 x 与 y 都不是偶数。C 若 x 加 y 是偶数，则 x 与 y 不都是偶数。A 正确。英文题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most appropriate word or phrase. It's a small cake. If you take three slices, there won't be A in love, B much, C sufficient for everyone.A 正確。化學題，有關 AgCl 沉澱嘅溶解平衡嘅説法，下列邊一項係正確嘅 ？A AgCl 難溶於水，溶液中冇 Ag 正同 Cl 負。B 升高温度 ，AgCl 沉澱嘅溶解度增大。C 向 AgCl 沉澱中加入咗 NaCl 固體。AgCl 沉淀的溶解度不变。A 答错，答案是 B， 升高温度 AgCl 沉淀的溶解度增大。
普通話題，請正確說出粵語撞板的普通話。蓬荜。答案正確。我方 A 隊答曬所有嘅 B 答題，現時嘅積分係有170分。跟住咧，粵華 C 隊咧就準備答 D 嘅題庫。中文題，詞句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嘅作者係邊一位呢 ？A. 趙明誠 ，B. 歐陽修 ，C. 黃安石。C. 答錯答案係 B. 歐陽修。國情教育題。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對此下列邊一項觀點是錯誤的 ？A. 標誌著我國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已經終結 ；B. 有利於促進我國人口均衡發展 ；C. 有利於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A. A 是正確。英文題。Please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most appropriate word and or phrase. My uncle owns a restaurant and he says it's tough to run your own A. Corporation B. Industry C. Business C. 正確。生物題，動物細胞質中含有的多糖與核酸主要是什麼呢 A. 糖原同 RNA B. 電小同DNA C 糖原同淀粉 B 答错答案 A 糖原同 RNA 咁粤华师队都答晒所有嘅必答题，佢哋而家得分系有120分。咁各队伍咧准备系跟住落嚟嘅抢答题。防罪资讯题。關注少年組，透過輕鬆活潑的方式將我方咩隊 Facebook 正確。歷史題，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至今仍然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下列邊項是不屬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呢 ？A. 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B. 互不侵犯。C.求同存異，粵華師隊。C 求同存異，正確。環保題，保護環境人人有責。澳門需要邊啲人交流同埋配合，先至可以達到構建低碳澳門、共創綠色生活嘅規劃願景呢 ？A 政府與企業 ，B 企業與公眾 ，C 政府企業與公眾。澳方 A 隊。C 正確。經濟題，以下哪一項政府干預措施會降低物品的價格呢 ？A. 價格下限 ，B. 銷售税 ，C. 生產津貼。下一隊。C. C 正確。天文題，以下哪個現象不是由於地球自轉引起的呢 ？A. 太陽東升西落 ，B. 北斗星圍繞北極星旋轉 ，C.火星相對行星背景有逆向運動，澳方 A 隊。火星相對行星背景有逆向運動，正確。食物安全題，根據食品安全法，民署需要在食品的生產經營中對以下哪些因素進行監測呢 ？A. 致病性微生物 ，B. 污染物 ，C. 以上皆是。澳方 A 隊。以上皆是，正確。地理題，全球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下列國家中受此影響最大的是哪一個呢 ？A. 哈薩克斯坦 ，B. 孟加拉國 ，C. 尼泊。下一隊。B. 孟加拉國。正確。體育題，奧林匹克五環中紅色代表哪個州呢 ？A. 非洲 ，B. 美洲 ，C. 亞洲。要話 C 隊。B. B 正確。澳門法律題，法律設立了哪種制度以保障澳門居民不會因為經濟困難因而影響尋求法院訴訟的權利呢 ？A. 社會保障制度 ，B. 司法援助制度 ，C. 司法複核制度。下一隊。B. B 正確。資訊科技題 ，DNS Domain Name Server 的主要作用是。A 表示 IP 位置有幾多 ？B 分配 IP 地址
C 查詢領域名稱的 IP 地址。時間到了，正確答案是 C 查詢領域名稱的 IP 地址。好了，咁我哋已經完成曬所有嘅搶答題啦。睇下四隊嘅總得分先。六氏集團嘅總得分係160分，下一隊嘅總得分係170分，澳方 A 隊係220分，粵華 C 隊係140分。我哋第三場比賽嘅勝出隊伍係澳方 A 隊，恭喜澳方 A 隊。點知冰冰你先揀題庫 ？D 國情教育題，到2020年全面建成乜嘢係國家確定嘅兩個100年奮鬥目標嘅第一個8年嘅奮鬥目標啦 ？A 小康社會 ，B 社會主義 ，C 發達國家。A 正確。數學題 ，x 嘅負1/2等於2。求 x 的值是几多 ？A x 等于-4 ，B x 等于1/4 ，C x 等于4。1/4。B。B 是啱的。英文题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most appropriate word or phrase. Bob went. A along. B across. C out of. A B C street to talk to his friend and almost got hit by a car. C。答錯答案是 B across。化學題，下列變化需要加入還原劑才可以實現的轉化是哪一項呢 ？A H2SO4 轉化為 SO2 ，B Fe2 加轉化為 Fe3 加 ，C HCO3 負轉化為 CO2。B 答錯答案是 A。HESO4 轉化為 SO2。 咁點知冰冰隊答曬所有嘅必答題之後咧，而家嘅得分係130分。跟住咧 ，Time Traveler， 你哋揀題庫。B。中文題：詩句花謝花飛飛滿天，紅燒香段有誰憐？係出自 A 金瓶梅 ，B 紅樓夢 ，C 聊齋志異。B。B 正確。國情教育題，2016年1月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誕生幾多周年紀念日呢 ？A 100周年 ，B 120周年 ，C 150周年。C C 正確。普通話題，請用粵語講出俾心機的普通話。用功。答案是正確的。生物題，飯後立即進行劇烈運動會影響消化，咁樣係因為劇烈運動使人體有何種反應呢 ？A. 交感神經活動加強和副交感神經活動減弱。B. 交感神經活動減弱和副交感神經活動加強。C. 交感神經活動和副交感神經活動均加強。A. A 正確。好啦，咁 Time Traveler 隊咧已經答完曬所有嘅必答題啦，佢哋嘅得分係180分。跟住我哋請 PT Collectors 隊揀題庫。C。C。中文題：《醉翁亭記》作者係邊一個咧 ？A. 范仲淹 ，B. 王安石 ，C. 歐陽修。C。正確。物理題：一個皮球由5米高嘅地方落下。在同地面相碰之後彈起，上升到高為2米處被接住。則呢一段過程中，小球的運動是怎樣的呢 ？A. 小球的位移為3米，方向樹直向下，路程是7米。B. 小球的位移是7米，方向樹直向上，路程是7米。C. 小球的位移是3米，方向樹直向下，路程是3米。A 正確。數學題：複數2-2i/2i 所對應的點位在幅平面內的第幾象限 ？A 是第一象限 ，B 第二象限 ，C 第三象限。A 答錯答案是 B 第二象限。英文題：
Which of the following faces is not usually said to somebody on his or her birthday? A. Many happy returns. B. Have a blast today. C. Break a leg. B. 答错答案是 C. Break a leg. PT Collectors 答晒所有的 B 答题啦，而家得分有140分。咁接住落嚟啦，礼貌大使啦，准备答 A 题库嘅题目。物理题。在電場中的某一點，當放入正電荷時受到的電場力向右，當放入負電荷時受到電場力向左，下列說法之中哪項是正確的呢？ A. 電場強度的方向與電場力的方向相同。 B. 該點的長強方向一定向右。 C. 只有在該點放入電荷時，該點才有長強。 Boy. B. 正確。化學題，為了除去溶液之中的 Fe 正二，可以採用的方式是以下哪一種呢？ A. 加純銅粉將 Fe 正二還原出來。 B. 先將 Fe 正二氧化成 Fe 正三，再調整 pH 到3至4。 C. 通入硫化氫使到 Fe 正二直接沉澱。 C. C 是錯的，正確答案是 B， 先將 Fe 正二氧化成 Fe 正三，再調整 pH 到3至4。普通話題，請正確咁樣講出粵語九唔搭八嘅普通話。拉不上一點關係。正確嘅。生物題，喺光合作用之中，能量流動嘅大致過程係光、ATP、葉綠素、葡萄糖。B 光、葉綠素、ATP、葡萄糖。C 光、葉綠素、二氧化碳、葡萄糖。B B 正確。好啦，禮物大使隊已經完成曬所有嘅必答題啦，佢哋嘅得分係160分。現在進行搶答題環節。防罪資訊題：假冒內地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詐騙，被稱為什麼騙局呢 ？A 電話詐騙。點子冰冰 ，A 電話詐騙，正確。公民教育題，在特區五年發展規劃中提到，未來將會推動哪種能源的使用呢 ？A 風力 ，B 太陽能。禮貌大師，天然氣。天然氣，正確。歷史題，鄧小平說，特區是一個視窗，是技術的視窗、管理的視窗、知識的視窗。1980年首先設立的一批經濟特區，不包括以下哪個城市呢 ？A. 深圳 ，B. 上海 ，C. 汕頭。Time traveller。B。B 正確。環保題喺生態系統之中，以下哪一項係唔能夠循環使用嘅呢 ？A. 碳 ，B. 氮 ，C. 能量。Time traveller。C. 能量。正確。天文題。著名的小行星帶是位於哪兩顆行星軌道之間呢 ？PT Collectors， 火星同埋木星。正確。以下是音樂題，請大家留心聆聽。問題是，請問圖書展覽會中的這一段比喻什麼動作呢 ？A. 靜靜站著 ，B. 漫步 ，C. 快跑。點子冰冰。C。C 是錯的，可以補答。我再重複多一次個問題，
请问图书展览会中此段比喻什么动作呢？ A 静静站着， B 漫步， C 快跑。礼貌大师 Boy。 B 正确。体育题，篮球比赛当裁判做出双手叉腰动作是属于哪种手势呢？ A 推人， B 带球撞人， C 阻挡犯规。礼貌大师C 正確。時事題，古樹名目保護名錄有多少棵古樹的樹齡是100年以上的呢？ A 555棵， B 666棵， C 777棵。點子冰冰 A。 A 正確。資訊科技題， Adobe PhoneGap 的主要工作用途是 A封装网页成为 App， B 修改图片， C 剪接影片。点子冰冰 A。 A 正确。我们所有的抢答题都已经完全回答了，看一看各队的总得分先。点子冰冰队的总得分是110分。Time Traveler 队的总得分是200分。PT Collectors 队是150分。禮貌大使隊200分， Time Traveler 隊和禮貌大使隊都是同樣是200分的，所以我們需要問多題去決勝負的。地理題，大氣中的水氣、二氧化碳、臭氧較少吸收太陽輻射中的什麼呢？ A 可見。禮貌大使 A 可見光。正確。我们今场的胜出队伍就是礼貌大使队，恭喜晒礼貌大使队。一连四集，我们看了初级组和高级组的准决赛，下一集就会进入初级组的总决赛，到底哪一队能够获得桂冠呢？记得留意下一集啦。